早起就是好，可以悠闲地吃个早餐。嗯，这家薯饼真好吃。嗯，你看这么松软。来，不要浪费。不用，你自己吃吧。哎呀，来嘛。嗯，怎么了？建议。哥哥。你学校不是在那边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来这附近买文具，刚好看见了你。嗯。和他。赶紧远离我哥哥。谁理你？时间不早了，哥哥，你快回去吧。就是，迟到可不好。